提起阿拉伯文化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是神秘缤纷的图案，辽阔的荒漠，蔚蓝的海滨，还是异域风情的城市。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给出了他的答案。在首都多哈南部，一座纯白色的巨型建筑拔地而起，辉煌的圆形设计，超现代感的屋顶，在沙漠的映衬下显得如此闪耀夺目。这就是本届世界杯新落成的阿尔图马马球场。球场的外形酷似当地人佩戴的帽子，由卡塔尔本土设计师设计，他从阿拉伯世界传统头饰嘎菲亚中汲取了灵感。球场的外立面采用菱形与圆形的铝板结构，独特的镂空编织图案极具阿拉伯特色，白色的外观，精巧的透光，交织出奇妙的光影。为了应对卡塔尔冬季灼热的气温，球场顶部四周的天棚编织出遮阳避日的屏障，保护观众免受太阳的灼晒，而中心圆形的开口能让光线直射而下，为观众保有18摄氏度之下的舒适体感，与球场内配备的高科技冷却系统相得益彰。座椅下方配备的冷气输送功不可没。球场遵循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，在世界杯赛后将移除一半观众席座位，其中空出来的位置将建造一个精品酒店。国际足联医疗中心也会在此开设一家诊所，为当地居民和职业运动员提供服务。阿尔图马马球场将阿拉伯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编织到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。在阿拉伯传统文化中，方形和圆形是被广泛应用的几何图形，讲究对称、均衡，有规则的排列和节奏感，体现着平等循环的审美哲学。这顶白色的编织头帽嘎菲亚陪伴了阿拉伯男孩走向成年。球场选用这一元素，昭示着卡塔尔做好了迎接世界的准备。也做好了向全世界展现璀璨阿拉伯文明的准备。2022年无疑是卡塔尔的巅峰之年。12 years of preparation to this important point, hosting the biggest sports event on the planet. The culture and heritage that Qatar has to offer, which is a major draw for international visitors. Obviously, the World Cup is not just a World Cup for Qatar. It's a World Cup for the Arabic world. It's a World Cup for the Islamic world.And Qatar is extremely proud to host the event.
在海湾国家中，编织技艺从古至今广为传授。一顶看似简单的帽子，深藏着阿拉伯传统编织的精巧，呈现了传统文化发展出的以线、形、色、平面抽象性为主的几何美学。在编织匠人巧手下，细经线绣出的图案让单色的布料增添华贵的气质。触碰一块织物，就好像握住了阿拉伯文化的一角。如果想要从这一角揭开阿拉伯文化的神秘面纱，浓缩着阿拉伯独有风情的瓦奇夫集市，是不容错过的宝藏之地。瓦奇夫集市重建于19世纪时多哈百年贸易集市的原址上，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卡塔尔传统建筑风格。古朴的泥浆结构建筑仿佛让时光倒流。几个世纪的民间艺术与风土人情交织在这瓦迪姆·什莱布的岸边。为到访的人营造一种时空交错般的异域风情。精美的阿拉伯灯具流光溢彩，充满民族风情的器具让人心动。夜色渐浓，瓦奇夫集市也越来越热闹。加入人群，你可以为自己挑选一身阿拉伯风情服装。Look at all the colors. I mean, this is what dress is for at home. I don't know. 可以吃上几颗被誉为沙漠面包的当地特产椰枣。或者遇见热情的卡塔尔男孩，和你分享他们引以为傲的爱好，驯养猎隼。猎隼曾是他们游牧为生时狩猎的帮手，今天已经成为卡塔尔的全民运动。The falcons, like you train them, it's like your it's not a pet for you, it's like your everything for you.也可以和卡塔尔的打马冠军来一场智慧的较量。打马是一种类似中国的跳棋，又融合了国际象棋元素的游戏，在阿拉伯地区流行至今有超过250年的历史。和同伴在此较量一局，一定不虚此行。
漫步在瓦奇夫集市，我们看见了中东风情的曼妙。穿梭在古巷之间，还有神秘的馨香气味跟随我们的脚步。香是阿拉伯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在这古老的文明里，香料是物质与精神的完美融合。阿拉伯半岛具备香料生长的特殊气候与土壤。在很久以前，阿拉伯人就掌握了香料收获加工的技能。每逢佳节喜事，亲友来访或社交聚会，他们一定会点燃熏香，香气缭绕的氛围是极佳的精神享受。香炉各个雕刻着精美的传统图案，是一件值得收藏的工艺品。满载着自古以来对香的热爱，卡塔尔人当下的生活也不曾怠慢对香的追求。他们对香水的使用同样炉火纯青，香水瓶琳琅满目，奢美华贵，散发着诱人的光色。闻香识美食，尝一尝卡塔尔传统的薄饼和煎蛋。阿拉伯人十分善于用香料来烹制食物。在浓香馥郁中，享受一顿香型美味的卡塔尔大餐，配上一杯浓香扑鼻的阿拉伯咖啡，享受悠闲时光。阿拉伯咖啡沿袭传统，为咖啡制作、冲泡和饮用的过程赋予精心设计的仪式，是如今卡塔尔社会不可或缺的聚会饮品。长久以来，阿拉伯文明总是让人浮想联翩，无论是连绵起伏的沙漠的景象，还是多姿多彩的异域风俗，亦或是历久弥新的香文化，都充满活力，令人向往。在充满阿拉伯风情的卡塔尔，看得到的精致纹饰，摸得着的华美编织，闻得见的馥郁气息，在充满魅力的卡塔尔，传统与现代交融共生。让古老的传承焕发生机，托付起悠久灿烂的文明，准备好迎接世界各国朋友的到来。